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人生之路虽已走到终点，但我们的信仰却不会因此而改变。如此良辰美景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当月老，为这段革命爱情做个见证吧。好啊。只可惜。可惜什么？没有办法好好的庆祝一番。将来一定有机会的。对，等将来我们再相约一起，看遍祖国大好河山，赏万里海岸线，共尝佳肴美味。未来定会如我们所愿。下车，全都下车。爷，站住，跟我走。放开，我自己会走。长官请。第四次了，坐牢的滋味不好说吧？你多睡一点，不要再闹了，否则我也保不住你。时局定会改变，我相信共产主义，相信人民。倒是大哥你心中相信什么？这是你自己选的。长官，这是您弟弟留给您的信。别了，哥哥，别了，此后各走前途，再见的机会实在。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，这是最后的忧愁，团结起来。徐老，徐老，喜欢吗？这件衣服真暖和。彭哥是哪个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要影响我们办事。等等，衣服带上，别冻着。OK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这就是他，这就是他们，这就是他，这就是他们。同学们，鲁迅先生当年写下这篇为了忘却的纪念，纪念这些为了理想和信仰献身的人们。时至今日，还有烈士的身份没有被确认。那时夜正长，路也正长。鲁迅先生说，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，在说他们的时候。